Double kill. Double kill. Monster kill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恩。节目的二是布莱特。布莱特呢，目前没有很多的镁光灯，不是版本的热门英雄。但是呢，那对喜欢布莱特玩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不会太热门的呢，就不会有很多人抢，也不会被太多人针对。比如很热门的弗洛伦，大家都知道该怎么打他，变成全民公敌。不热门呢，还有个更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呢，可以躲过官方的法眼，短时间呢，感觉不会再被削弱。布莱特本身呢，是一只发育型英雄，后期的卡瑞能力爆表，真的爆表那一种。相较于其他发育型呢，比如说莫拉，我们的后期更猛爆，更能卡瑞，而我们的前中期呢则更安全。毕竟呢，我们有远程，有位移，有晕眩，有控制，同时我们大招还可以免死。总的来说呢，你要卡瑞队友，布莱特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同时间呢，只要操作到位，布莱特连单挑都很强。那么从出装开始，核心魔纹呢大概是周而复始，确保呢我们不小心死掉的话或者失误也不会断节奏，拥有第二次的机会很重要。奥义的话呢，可以带暴怒或者暴走，或者呢混合各带五颗。装备的话呢，核心装就是圣剑跟天成云，如果买出王者剑呢会更加强。前中期呢单靠打野攻，我们就有不错的每秒输出、虚战力、清野清兵能力。买出圣剑呢，大幅提高我们的爆发跟输出。买出天穹云呢，确保我们谁都可以切得动，包括坦克。之后呢，买出王者剑，那我们就是一台秒杀机器。最后的复合奖呢，是确保我们万无一失，多一层保险。别忘记呢，布莱特本身可以叠被动，远程叠被动之后的近战呢有增伤，这也是为什么呢，我们连坦克都可以切得动。天穹云也是有帮助哦，毕竟呢，我们的攻击是附带穿透性，尤其是我们大招后的攻击。这样子呢，没被叠到被动的后排也可以快速秒杀，跟飞类有点一样的意思。天成云百分比穿透最实用。布莱特呢，前中期当然是以发育为主，我们可以观察我们队友跟我们的配合度怎么样。若队友其他人呢选的是前期就强势的英雄，比如控制很多哟或者伤害很高的，我们可以配合队友去抓人。毕竟呢，我们也是可以提供一些控制，而且呢可以补充一点伤害，可以拿到头呢那当然更好。像这场呢，我们有马加有摩恩，可能呢前期会没那么暴力，但是呢瑞克跟拉兹前期能力其实还不错，所以我们这场的队伍呢是比较平衡一点，主要还是要看当时的表现。如果队友打得凶呢，我们可以配合打凶一点，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偏发育偏保守一点。我们尝试受敌方残血的克莱斯，结果呢太冒险了，倒下，用了我们第一次做副食。这边敌方入侵我们的野区，结果呢我们已经开始大招了，最后呢换掉敌方的射手还可以接受。打下呢目前有点逆风，我们再稍微的撑一撑。 OK， 后面有两只残血的后排旋转到敌方突然背景跑掉了，打下呢还可以接受，旗鼓相当。敌方打下之后呢，反一反敌方野区。那这边的发育呢已经逐渐成型，以单挑来说呢，基本上谁都不怕。要注意的是敌方的控制，不要被控住一套带走那就好。再来呢就是技能的使用时机了，敌方爆发呢也挺高，我们呢必须得开刀扛着敌方的秒杀能力，再来呢把敌方收掉。有大招关系啊，只要呢我们可以在大招期间把敌方先击杀，那他对我们的伤害呢都完全不算。先来了，点一点塔。 OK， 敌方秒了我们的拉兹，先受弗洛伦，成功击杀之后呢我们血量已经接近满血，最后呢受敌方的刀锋完成双杀，回家补一补状态。那玩好布莱特呢跟洛里昂其实有点像，毕竟呢就使用时机，
洛里昂呢就是要搭造的实际，布莱特呢是我们开墩开大的实际。通常呢有把握可以把敌方收掉，我们才开大进场。消兵先没人，我们整理一下呢，老往队友靠。这就没有全技能，就算敌方有一两个人蹲到我们呢也不怕，太多的话呢可能会麻烦。敌方警戒下路露头，他可能要点时间了，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凯撒视野，赶紧来开凯撒，抓到机会呢就赶紧开凯撒，那就对了。 OK， 我们队友成功收敌方弗洛伦，这边大风赶到哟。哦，好可惜，我们的凯撒有快4000血的时候呢直接被秒掉，最后呢凯撒去到刀锋的手上，这波敌方拿到凯撒，敌方拿到凯撒呢有点亏啊，大的时候呢要尽可能的确保稳定的拿下地图物件，向凯撒摸龙。刚那波呢我们可能稍微拉一拉，等水量低点的时候呢再进场。那布莱特本身的续航力呢是没问题，有蓝呢就用不完的魔，本身也有吸血，回血能力也 OK。 最好是普通的龙，我们拉制在敌方蓝区蹲，我们准备呢回家守塔好了。OK， 目前注意到有克莱斯，可能还有其他人，刀锋也在，我们先用大招硬扛，收了刀锋，血量补回来，最后收了敌方克莱斯。这波的敌方再打两人，那比数我们反超19-17。深渊魔龙出来，我们现在来个深渊。这波敌方没刀锋没制裁，那我们得先拿住了。我们制裁快要转好，成功拿下。一般来说呢，黑暗支持我们让给射手，射手拿效益比较高一点。可是布莱特比较不一样了，布莱特呢也是硬核凯瑞型英雄。先把 B 先带进来，这里我们倒了一个拉字，先在外围徘徊，找机会再切进场。后期布莱特呢满装之后也是我们最强的时候，这时候呢不管顺风还是逆风，机会对时机对呢都有机会一打五，尤其是呢如果敌方都站在一起让我们贯穿，先等待合适的机会了。那这边可以空一空敌方的克莱斯，说不定呢他大招还没开出来就秒掉他，这时候我们伤害已经很高了。先拉一拉，马加开个大招，克莱斯也开个大招，刀锋跳了进来，找了个完美时机赶紧进场。 OK， 这波敌方四个人直接倒下。那刚刚呢一开始是马加先开大招，马加呢很有可能是失误哦，可是反而变成了追加的诱饵，最后呢敌方全部人冲进来，让我们把敌方收光，赶紧一波吹敌方主堡，敌方叫个封塔，稍微拖延了几秒，最后呢吹主堡结束游戏。以上是我们的布莱特实战解说。布莱特呢前中期发育尤其重要，后期呢就是进场时机，跟刀锋有点像，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进场时机。那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尚恩，喜欢影片就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